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18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做传承系列这款 Voyage Class 的灾厄萨斯。那玩具的话呢，一样啊，中间是镂空的，侧边可以看到人物的合绘，后方的话呢，这个人物看上去，颜色怎么这么素啊？而且坦白说呢，我先前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款玩具的情报，然后突然就在这个网拍上就看到常逛的店家呢冒出了这一款的现货，那二话不说的话呢就先买下来再说吧啊。然后它的名字灾厄萨斯啊，我是一个疯狂科学家。这个家伙的玩具呢，我的节目里头呢只出现过一次，这是2014年的时候还是2015年的时候推出的 Deluxe 等级，它是 IDW 系列，也就是也可以称为经典4.0时代的玩具了。那么它是一个，之前是 Deluxe 等级，这一次是 Voyage Class，这是玩具大了很多啊，而且分量感也不错啊。直截了当跟各位说，这一款玩具呢，虽然可能大家不认识啊，不太清楚这款玩具的人物的背景，但它整体的表现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标准、非常非常标准的 Hasbro 官方玩具正常发挥的水准啊。这一次说的正常发挥呢，是夸奖的意思啊，并不是反讽的意思。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人物，应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有一个像是，这个钢弹里头的这个萨克，里头的这个像是这个像是一呃呼吸呃像氧气管的这个造型，那可能也是这两个模具里头呢唯一，可以找到它们相似的一个地方啊。当然你要说变成飞机，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两款的话呢就没有特别好做比较了啊，除了名字一样之外，那它的人物的身形做得非常的好看，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人形态的机器人。正面手脚的比例、头身的比例，后方你来看，我靠，这不会是盗版的吧？居然没有什么空洞的感觉，这实在是太诡异了。然后它还有一个很久没有让人，我记得应该很久没有出现了吧？就是它的一个手啊，它并不是拳头里头是一个洞啊，它是可以打开的啊，居然很久好像很久没有这个设计了啊。然后武器的话呢，一共有两把。其中一把的话呢，比较小的这一把呢是透明涂装的。我先把这个腿给站好啊，这个可以站后面一点。这款玩具身高挺够的啊，它是一个透明部件。那么另外的话呢是红色的大枪，两者的话呢，如果你不想要说这个拿在手上，你可以把它合并起来，合并起来之后的话呢，还可以把它放在背后这里。也不会很累赘。它的背包的话呢，变形到位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看起来，其实也没有说很大，唯一在外观上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折的时候这里就镂空，没有做任何过度的造型。那讲到这个过度的造型呢，刚好这一款 Deluxe 等级的话，你这个地方抬起来的时候啊，它刚好你看到我这个地方做出一个造型，没有让它直接断掉的感觉啊。那反而是我们这次这个危机啊，在这个地方出了一点小小的一个纰漏，然后它的派系的标志，这个好像是 Beast War 里头的标志，还是什么标志啊？这个我没有很熟悉啊，反正不是常见的博派或狂派，但这个家伙应该是坏人啊，应该是一个反派的人物。然后脸，算丑吧啊，但是这个丑并不是说他做的丑，而是他的设计来说啊，就是一个看上去比较邪恶的家伙。然后眼睛的绿色呢，其实是带有一点金属的光泽的。那背后的话是没有任何的透光。那这里有一个肩炮啊。那手臂的话呢，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但是它的手的话呢，其实可动可能会跟你想象中不太一样。正常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没有齿轮关节啊，但是它的关节设计的关系啊，就是你只能这样转动。你有一些特殊角度，你转的不是转不太出来啊，转不太出来。二头肌的转动，拳头可以转动，还可以指头可以张开，腰身也可以动，然后这个地方前后动。那这块部件伪装成裙甲的形象啊，然后膝盖弯超过于90度，脚踝的话呢是这个内侧，这里是一个球冠，可以往内翻一点点。然后可动的话呢，就大概你能想得到能动的也都能动了。然后手臂的内侧也是有盖板，包括大腿内侧啊，也是有这个飞机的垂直尾翼直接变成盖板啊，所以我说这一款玩具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
足以代表这个 Hasbro 设计变形金刚功力的一款模具哦，个人是比较给予高分数了。那我们就实际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首先的话呢，拳头收进去，你只要拳头稍微这样拽一下，这个就会被推开，再扣上就行了。这里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觉得你手抠不开，你就这样手就这样推一下，它就会打开，那我们就可以把拳头给收进去了。再来，我们把这个背后啊、前后的话给做一个分开。分开之后的话呢，把这个头呢给往前面推进来，啊，推成这个角度就行了。然后前方这个部件的话呢，一样是往前面抬上来。那往前面抬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头啊给推出来之后，扣上。这里面呢就会腾出一个空间，腾出空间之后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肩炮给收进去了。然后呢，这个部件顺势往上推，这个地方呢直接往下压就行了。再来，我们要做一个腰身的翻转，腿部的变形比较简单啊。首先的话呢，是把这个部件推出来，啊，两侧都一样推出来。你看，这个就是原本的这个空洞啊，用这个，合理的变形部件呢去做一个阻挡。这个脚的话是前后是分开的，然后呢就一样把它往前面缩上去。往前面缩的时候啊，这个先推进来，然后往前面扣上去。啊，不对，先不要扣，这块部件先翻下来。先翻到这边，为什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凸，啊，我们这个部件内侧它是有个洞的，我们要扣上前面这个凸，这样子把它给咬合上去。那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这样子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这个脚放进去，然后整块部件往前面叠上去，到这里。然后呢，除了说这个前方跟这里组合之外，两脚自己也要做一个结合。然后旁边这个小翅膀，我们推到下方去。刚刚的话呢，这个两腿中间的这个盖板啊，是组合成它的一个垂直尾翼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推过来，然后再往后面再推过来一个角度，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把这个翅膀这一块打开，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然后把它给扣上去。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翻到后面，这个打开之后，再把它给这里是用一点塑胶韧性啊，再把它往后面搓开来啊，整个翅膀本来在这里，推到后方来，到这边，它的变形算得上是完全没有什么冷场啊，非常的 OK。那这个手的话也是有点意思，这样子翻进来之后，然后呢，整个部件再往下面移下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有凸跟凹的结合，这里扣上，哎呦，嘣的一声啊！这个官方的玩具有这个耐摔的一个基本的属性加成啊。好了，这里把它给扣上，然后这两片绿色小翅膀呢，就是放进去，这个地方不小心爆开了啊，再把它给扣回去。好的。那么我们这款灾厄萨斯的一个从机器人到一个外星吧，这是应该是外星飞船的变形过程呢，基本上就算完成了，下方没有任何的起落架。然后这个武器的话呢，你只能够选择把它扣在侧边，你要扣哪一个方向其实都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扣法呢，它是扣成这样啊，当然你也可以考虑把它扣成这样啊，这个完全是端看你个人。然后这个就只能当成是主炮了，就只能扣在前方。那我有试着把它转到后方，想要把它收进去，但是呢，造型的关系，做不太到，这个地方会去卡住，所以我们就只能把它扣在前面。好哈，那就我是觉得不好看了，暂时先把它拿掉好了。我们以这个形象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飞机的一个形态，这个干脆也拿掉好了。大小尺寸其实还蛮够分量的，我们把这个镜头放低一点，大约是 1.5 倍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的尺寸。它最大的问题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底盘非常的厚啊，这个几乎就是一双手臂，这一双手臂完全就是多余的，就直接挂在下方，那么就当作是一个平台让它靠着吧。那第二个缺点应该就是它的绿色啊，非常的山寨感，对不对？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应该说整个玩具的山寨感就是配色就是很像地摊货的感觉啊，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但是有人可能非常非常不能接受，但是我个人觉得还行吧，因为
毕竟它是一个玩具吧，这个配色有点问题，然后底盘过大，这可能是它载具的一个问题。那前方的透明部件里头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脸在里头，仿佛沉睡的一个邪恶反派在里头了一样。那这个地方的空洞我们也就不提了。那整体来说，这款玩具在人形的话呢，没有什么过大的毛病，该遮该避，该有的盖板通通都有。变形也算有趣啊，这从头到尾几乎每个部件大部分都参与到了变形。那载具的形态呢也不算难看，中规中矩吧，就是毛病就是这个底盘可能太厚了啊，配色略微的山寨，能不能接受端看个人了啊。我只是说呢，就是把这个节目的话呢，就把这一集的玩具的，就把这个玩具呢，就把它收录到我们的节目里头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